没有看到金哥，就把它打开就好了。什么金哥？我他说他没打，没有开到金卡金卡房。没有开到金卡房，就再开就好了。什么意思？不太懂。那他如果第一回没开的话，下一回再开一次可以啊。哦，对啊，第一回的进场不一定要开。啊，第一回他真先打就下。对啊，因为我的果子没了，就是遭到雪碧。高手红蓝秀，对吧、啊？号称全神魔之塔，最根，没有，最大的、哎、对最大的死因就是这边的最根，最根最大的死因。就是死最多的应该就是最大更新上线的。对，我们两个主角应该是，我、哦、那个实况就是都同队，我讲你都是一直在死啊，对吧？哎、欸，贝塔，你要看一下，一直死还看不到，我跟你讲。二十下，先打好了。其实差不多哎，你先打或者是后打都差不多意思，看你的攻击角，哎、欸，一样意思吧。一样的逻辑，先打后打，先打后打其实没有差太多。哇，怎么办？反应快啊、哦！不然就掰了，对。一定掰啊！按的只有三 combo， 按的应该有还有机会。对啊，只要活着到后面，什么都有机会。没关系，那个是不使用的，没电。哦，也是。我刚才。有看到，所以我才带的，因为我们蛮常死的。买个保险。善用手中龙哥发挥最大效益。什么时候变龙哥？哎、欸，真的，哎、欸，真的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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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到没有？200%。妈，刚刚已经算过的，算过的，知道会跟的。哎、欸，真超会跟的。对啊。一头。主要是我转太少 combo 了，要跟啊，就会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如果应该版面不好就会跟，少个一组啊，那就很危险。对，我好像血，可以啊，哦、好像新珠够多，新珠太多了。啊，没关系，下不到就算了，光珠。因为我怕越来越多，你知道吗？光珠越来越夸张。尽你所能在那边洗技能，8000多。因为等一下可以开这个就好了，那就不用管它了。但是没用到吧？嗯。哦，好，没有。哎、欸，没死，不是我不会死哎、欸，那我再可以撑两下，不要加光速就好了。太扯了吧！哦耶！好，这个手指应该怎么开啊？呀，我想想，一 combo 是可以过吗？你要算一下吗？要。好。这边计算又来。600多万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啊，整版都。哎、欸，你要珠子多？哎、欸，可以啊。整版要整个我看啊，没有，尽量啊，尽量强化珠啊，不会是整版，不能碰啊，可以啊，不行啊，就这三颗你可能不能碰而已。对啊，就是没有整版电那个强化，那电极也没办法用到了。好、啊，那这放掉好了，直接算看看好了，30减3，其实最后一颗可以装下去，所以又多一颗强化。哦对对对，不过手速应该是可以的。明天，现在攻击力很低，但重门有点低，没有对不对？哈？没有压身啊。哦，你要差很多哎。你看蛇夫攻击多高啊？哎，真的哎。3.5倍，3.5倍乘2倍，3.5×3.5×2吧。乘二而已嘛，还是再乘的？应该是只有一次二而已吧。你
个，再乘二就太多了。不会啊，十九倍而已。对啊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是应该是，我记得我算过，好像好像所以是再乘二是不是？七十几倍。好，那应该是再乘二吧。十九。因为我会算七十倍，应该它算强化组。嗯。不要打三十克啊！二九，哎，二八。500多万。我啊。不用追打。啊？不追打500多万。没有追打，我说要开追打。好。哎、欸，接下来不对，我强化服是种类。没有按的、欸，完。五分呢、欸？500万。哇，这个打下去每天这样一定梗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？每天这样就会快点快。25步两倍，还有强化扶持、欸，就这样而已。对啊。三点五乘上，哎、欸，真的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真的，我们超级会跟哦。那就很简单，开第三只就好了。没算，对啊。那你是三回合啊？没有，没算就会跟。啊，没算就跟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让你们失望了，不会跟了，没有跟了，没有跟了。确定吗？真的。这开下去一定是异伤啊。对吧、啊？大概到第三只他就死了，看我们算的准不准。哎、欸，要等一下，我已经带走了，已经带走了，对吧、啊？这整个异伤啊。哎、欸，可是刚才其实平天将也是一个方法，不过那动很快，三回合就回来了。嗯，我先来这个。哇，这条回血，25%而已，还好。越来越多，回来吗？卡西，看卡西尼，可是有机会啊，感觉。没有，不是龙科。龙科我不是这时候用啊。下一回有用吗？那我这边开蛇符应该就过了，我觉得。这样，这是血多少？会过、啊。1300多万呢、欸。过啊，应该过、欸。几颗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。三组啊。5, 6, 这已经过啦、啊，怎么能过不了？十颗。要算一下吗？你觉得？不用算。哇，阿红很有自信哦，奶奶。啊，不然你算了也没用啊，因为我们也是得开啊，也是得开点什么在这个回合。那我不如就是龙科到下回合再用。这个要不要开啊？哪一个？杜门啊。少一颗多一颗就差很多了。七耶，下回合开啊，七开就有点太多了。嗯。而且七如果你开的话，就有可能不会四属啊。那火柱一定、欸、对，肯定不能开，绝对不能开。好，就这边你只开这个差不多啊。那这只是什么？还有四回合。那跳不起来了。来不及，龙科不死可以开，开就可以跳。不要开龙科啊。对啊，不，我说下一关再开，不是这个开。新竹，哎、欸，好像叠珠哦。嗯，应该可以吧？哇，这个没烧到，可惜。哎呦，这叠珠，哎、哦欸，这天降叠珠也太猛了吧！啊，当，过了，行。看看，还有他没把木柱转掉，我觉得这样就直接过了吧，这样应该一定过的啊。为什么？啊，过了，过了，绝对过，2000%过了。啊，走完开龙科，然后你没死之后，你再补一波。对啊，你那个蛇符也可以再开啊。这来2000过了就不用算了。我看一下，我们做一个追打真伤嘛，对。过啦，怎么可能不过？这个大概直接轰就过了。你说就直接哦？哎、欸，我没差，没克数哎，没差。那、啊、你就算没死，也可以打第二波啊，直接穿就好了。我想一下，看一下。好，可以。嗯，要叠珠吧，叠珠比较好。你那个火珠用这个去叠，又可以切。你说下面放木珠，然后叠火珠吧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嗯、然后你整个再叠上去，暗珠、光珠叠上去就好，弧形很好啊，对，真的啊。嗯嗯，对对，这样好，就这样，然后再上去一个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开龙科。哎，怎么叠完就是多少就多少、啊，完全不给。没差啦，你会过了。那是木桌。
我老我老我老 ，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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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， 哇，漂亮，刚好翻过了。主要是刚切不开，然后再加上龙科分数上不去。嗯，那这牌组应该 OK 吧？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 ，OK 了 ，OK 了 ，OK 了。OK 了，你这队都没有升华吗？都没升华？妈，哎，没有，只有那个。人马有升吗？哦，对，人马有，所以，哎，转职牌吗？没有用啊，他没有剑。对啊，哎，所以人马没有剑，极限突破之后就没有剑了。哎，是这样吗？哎，怎么这样？他原本是不是就没剑？我也觉得啊，没有，我之前好像也是觉得是这样，但我没有去求证，但应该是这样，这种设定。那我们这队这样应该死赢够了哦。够了，就够了。够了，我们要过了哦，我们要过了，一波七哦，一波七，对，一波七，一波七。这个版面我觉得三三消会比较好，都三颗，除了木柱不是有一个是四颗，我觉得三三消那个效益最大。来了，我来了。哎，奇怪，今天大家反应比较慢哦，都觉得好像会更新的感觉，还是会特死。什么时候一二有刷漆啊？各位，有啦，开始了。来了，他们有时差，有二十秒了。然后我转下去，你们时间刚刚好。但是临时通关还不错啊，有吧？算过的。刚我是不是少两康对不对？少两康，没有少一康而已啊。少一康，对，水珠没排到。嗯，没有天降那一颗木一组木珠在，好像有点危险。对，好像过不了。工程师可能觉得应该差不多了。哎，该过了，该过了，给过。